的，就是剩下一个月吗？你会紧张吗？一点点，就开始有要结婚的感觉。对，其实蛮期待的，因为剩下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们那个六月十一号的时候会去冲绳，然后爱尼斯教堂，然后那边的教堂非常非常的漂亮，然后也是在过六天之后，在台湾的爱美办婚礼。对，现在就是我父母在帮我顾小孩，那他们这样逗孙也很开心，但我就是自己就是还是心念着，一直不停，刚刚也是手机遥控啊，然后一直逼他们传影片跟照片给我，然后刚我妈妈很可爱，就是我就说哎妈那个照片，然后我还没讲完，妈就说啊对不起我还没有传，因为我刚刚忙着要喂那个吃饭怎么样的，我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，我没有在逼你的意思，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给大家压力太大，好像大家都知道我无时无刻都要就是知道儿子的行踪。婚礼准备的怎么样啊？就感觉好像都 OK， 又好像很担心有任何的小细节没有，大部分都没有太大问题，然后就是一些比较小的细节要做安排，然后我又是个操心命嘛，对。这会是什么样的婚礼？可以先透露吗？不，我不。因为我想等到时候，对啊，让大家感受一下嘛，对。我今年其实我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母亲节是在飞行的，那一天我是飞回来台北，所以我在前一天已经跟女儿然后跟我婆婆过母亲节，所以母亲节那天一下飞机就是跟我妈妈过母亲节，但是母亲节早上那一天母亲节前一天我飞行，我先生安排了 Doton 送一朵康乃馨给我，他就爬到床上，我就很开心，他送给我之后他又抢回去，他开始把它当成一把枪到处扫射，然后最后把康乃馨砸在我脸上。